夫妻办事频率也有标准，你达标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夫妻办事次数也有标准。下面是各个年龄段办事频率的统计数据，大家可以比对自查一下，即20到35岁每个月12到20次，36到45岁每个月8到12次，46岁到55岁每个月4到8次，55岁以上每个月1到2次。自查以后发现自己达标了吗？没有达标也不要太过担心。第一个原因，欲望低。肾阳有温煦的作用，肾阳不足就会很怕冷，对那事儿很冷淡，欲望低，频率自然就少。这类人往往还会很怕冷，手脚总是冰凉暖不热，膝盖总是遇冷有刺痛感，小便还比较频繁。第二个原因，压力大。生活中很多男人担子重，压力大，就很容易导致肝郁。肝经就是气血到达中筋的通道，肝气郁结，气血滋养不了中筋，就会起不来，那对那事的频率也会减少。这类人往往还总会是郁闷烦躁，喜欢叹气，总感胸闷胀痛。